William H. Hannon 图书馆的 PrintME 打印机可以提供常规打印站无法提供的打印选项，例如可以从你的个人笔记本电脑进行打印，以及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，而不是用 OneCard 付款。PrintME 是一项云服务，可让你将文件发送到云盘，并使用特殊的代码安全的打印。你可以通过任何设备，以多种方式将文件发送到 PrintME Cloud。最快的方法之一包括直接通过 PrintME 网站上载文件，只需登录到 PrintME.com/upload， 向下滚动，单击开始按钮来上传文件，然后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地址，并单击发送，你将立即在屏幕上收到代码，代码也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你。你还可以选择将文档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PrintME 云盘，然后你将收到一封包含释放代码的电子邮件，但你可能不会立即收到这个电子邮件。你也可以下载 PrintME 应用程序，从手机打印文件。你必须使用 PrintME 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账户。请注意，此选项限制了可以打印到照片和网页的文件类型。上传文件后，你的代码将与条形码一起显示在应用程序上，也将发送到你的电子邮件中。如果你的 USB 闪存驱动器上有文件，你可以直接去 PrintME 工作站打印，将 USB 设备插入提供的插槽中，然后在触摸屏上找到文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您无需输入代码即可访问文件。如果你拥有 Microsoft 云服务 OneDrive 的账户，则也不需要代码，你可以将文档保存到 OneDrive， 然后直接转到 PrintME 打印机，但是你需要在屏幕上登录你的 OneDrive 账户才能访问文件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疑问，请咨询图书馆管理员，我们会在这里为你提供帮助。